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这几天天气一日寒冷，可能真侪人爱去浸温泉。温泉古早毛人讲是风水，今仔日要跟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风，贺王红读第五条。风本地意思就是孔雀的名，像咱讲刘红。古早毛写作黄色这个黄，读作刘黄。另外这个红毛青色的意思，像讲东红，一个像红。红毛加数的意思，像讲炭坑内底有红的烟火。像讲新北市金山西南边有一个风港，就是伫个风溪入海口。十七世纪西班牙占领台湾北部，蔡大屯山的流红，就是为遮运出去，号做风港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作风火，这个意思就是流红加树顶。第二个词读作风水，意思就是温泉。咱用一句话来记咧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金山好佚佗，你是天可浸风水；暗时来到风港赏夜景，看渔船啊点风火，特别美丽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作风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